儿童节下午，杨幂在港岛区医院剖腹分娩，诞下约七磅重女婴。因宝宝于端午节前夕出世，一出世便有粽子吃，其父母暂时为她取乳名小糯米。据知，刘恺威及杨幂喜见爱女，即感动落泪。今日，杨幂上传一家三口牵手照，表示欢迎你来我们的糯米米公主。据爷爷刘丹表示，孙女取乳名小糯米，是因为适逢端午节出生，而端午节的粽子由糯米制成。他还透露，孙女将留在香港生活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